王牧师今日所要甲咱分享的题目是：有福气的人第四章，阮认为人有福气的人。大家平安。你有要成做有福气的人无？若有耶稣讲，你都要来先成做温柔的人，因为耶稣讲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安怎？承接土地，温柔的人要承接土地，这个到底在讲什么？不过，今仔日这个家，先把这个变作咱今仔日的经文，讲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，咱到底讲出来，对不对？来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为因要承接土地。咱来甲咱边仔的人请安一下，好无？祝福你真做有福气的人，我计做一个温柔的人，我计做一个温柔的人，愿你真做一个有福气。我若是温柔，我若温柔，你若有福气；你若若温柔，我就若有福气。你们讲阿门无？我想今仔日咱来学一个功课，什么叫做温柔刚好？你们听到温柔的声是啥物无 ？OK， 慢慢注意咱家己讲话的音调，温柔的声调。温柔的声只有讲到只那两个人，干那这两个人听有。这样的五个人，你的声只有这五个人听。这样是三百个人，你的声要有三百个人听。聚会的人、讲道的人来徛伫遮，结果恁拢听无。啊，我讲啊，细啊声，温柔的声，啊，你有礼貌啊，无礼貌？我当这个遮，我已经来讲道啊。你捌看到一挂牧师咧讲道的时，讲到下骹，拢困了了无？有无？迄个声唔是温柔，迄个声是无正确的声。你捌听到有人，敢若两个人，敢若三个人，但是咧讲话声调足大声。你做人家去到遐，你怎啊受不了？吼！你捌遇到这个状况无？注意哦，什么叫做温柔？温柔甲礼貌，温柔甲基本的做人的道理，迄个是足密切关系。所以今仔日礼拜刷了后，开始注意你家己，开始注意你家己伫厝内，你注意你家己甲人伫咧互动的时，你讲话的声调，什么叫做温柔？温柔的声，让人听落会真气场，还是会真舒爽、舒爽。温柔的声，让人听落会安怎？真舒爽，真舒服。OK， 安尼，那安尼就要慢慢啊调整，慢慢啊调整。老母甲囝伫咧讲话，老爸甲查某囝咧讲话，阿仔某咧讲话，要安怎互咱讲话声，互对方敢若听有落？不过遐听有了，搁出咧遐声了，拢是假，然后不小心就会起冲突。你们同意我的即句即个讲法无？同意吼？因为真侪时阵开始起冤家，然后开始搁刷脸。我拄只迄无歹意，对，你无歹意，但是你的声调已经变脸，你错误的表达。你无歹意，但是你的声调伤强，声量伤大，已经变脸。我人伫你的面前看到你的，你已经误导了别人。我常常咧讲这个故事。我有两个囝，一个查某囝，因拢有恋爱过。啊，因若恋爱的对象常常带转来厝，
做老爸、做老母的常常会载因甲因的爱人当车顶。有当时啊，即摆过来已经娶某生囝了。有当时啊，看到第一个照后镜，看到后壁，恁两个人安尼讲话啊，讲啊细个声，到尾伊毋知咧讲啥。啊，讲啊，咱听袂声，两个人当后壁都笑甲叽叽嘎嘎，笑甲叽叽嘎嘎。啊，咱着哪几车，哪个注意听，到底因咧讲啥，到底为虾米当好笑？有当时啊，有当时啊，甲听，到尾听着咧讲啥？哎呦，讲遐话我袂声，一点仔水准都无。但是两个笑甲嘎嘎着，啊，干那因听有尔，啊，干那因感觉遐真幸福。因为你若要掉入伫幸福内面吼，你毋通时时刻刻讲去检查对方，即个有水准无水准？幸福的人有当时啊，因的内面无啥水准，你敢知？但是两个人真快乐，迄、那个快乐的感觉有要紧啊无？有啊无？你毋通想过严肃，严肃了后，你的话题煞毋人毋知要甲你讲啥，所以。做代志完成任务，你也真严肃。但是伫咧做人这方面，有当时啊，耶稣爱有耶稣多情的决心，踮伫人的中间。今仔耶稣伫即个遮讲，你要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即个今仔日我的电脑拢出代志，拢我当担当，所以我当创这個。做牧师实在是都爱，各项拢都爱变调的，这环境不时伫咧变动，但是你有法通处理所有的变化，啊，我都通照家己的迄个脚步甲有算，啊，所以今日就只有专心听牧师怎样伫咧说明耶稣，伫咧讲这个八福，温柔的人，有福气人。因为恁要承接土地，以弗所第四章第二节，安尼保罗安尼讲：凡事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心互相宽容。凡事谦卑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疼心互相宽容。注意这个字，谦卑甲温柔。在保罗过的书信的中间，几若摆，伊把这个谦卑甲温柔是刻到底。会温柔的人，常常伊的性格是谦卑的。注意哦，对人态度、语气，那常常已经养成习惯温柔。这个人的本质、性格是倾向于谦卑的。那安尼，你会当个想象迄个对立面，温柔的对立面，什么叫做不是温柔？迄、那个那无温柔的人，伊的气势真强，这个人常常都不是谦卑的，就是欠费谦卑的。即个讲温柔的人要得到土地，要承接土地。其实真简单，这毋是咧讲，你若哪温柔，你的财产就哪多，毋是咧讲这个。这耶稣咧讲的就是，你若哪温柔，你要哪去得到别人心田的欢喜。每一个人的心内有禅，咱讲心田，心田。你对我温柔，你就得到我的心；你对伊温柔，你就要得到伊的心。所以一个人，伊的本质上，伊已经养成有基督的形象的人，伊学耶稣基督温柔谦卑的人，然后伊这个人的无论行到伫倒位，处处拢予人欢喜，伊就得到遮的人的欢喜，得到遮的人的拥护，得到遮的人的疼爱，所以伊得到众人的心田。这个人无论行到倒位，伊是一个受欢迎的人。你们讲阿门无？阿门。所以这个家在咧讲，你要成做一个蒙恩的人吗？成做一个有福气的人吗？就爱对你家己的性命的特质来调整去，温柔。有人咧讲，温柔的人心软呐，温柔的人
那无细里变做，拢会去予人软土轻骨，对不对？温州的人有当时也想讲，恁会去用球，对不对？是无毋对。对一寡真温州的人，人若袂晓去疼惜伊，袂晓去珍惜，徛伫你头前，即个人其实是一个真有内涵、真有品格。然后即个人伊对待你已经真客气啊，然后你还阁对伊遐尼强格格，你伊真正无说你也强求，无毋对，无毋对。但是伫耶稣的八福的中间，耶稣三上的八福的中间，也阁有一个到最后方为着义受压迫的人，为着义受困住的人，为着义受误解的人，有福气啊！所以咱也因为咱最好，因为咱最好去予人欺负，最后耶稣阁甲你包倒转来讲，你是一个有福气的。所以上帝有目睭，我常常来讲加在咱信主的人，咱也阁相信伫你甲我的中间，还有一个上帝。伫咱甲别人、甲这个世界的互动的中间，还有一个上帝。你是心怀主，伊到尾啊，伫咧查验你我咱中间的一切，伊真做一个公平的审判者。温柔。在耶稣的话中间，耶稣在问人：不管你的过去是一个什么款的人，在上帝面前，这个生命就因带来到在上帝面前。主要耶稣是要把你带来到在上帝面前，带来到上帝面前了后，就像尼哥底母，耶稣叫伊着爱顶头生，所以迄个受顶头生了后，生命换新了后。不管你的过去怎样，来到这，拢全变作生命换新、温柔化、柔化，然后一个生命就改变，变作较温柔、较够体贴、较够注意身边所有这的变化。这个人是生命改变的人，耶稣切切地讲：你去，你去影响这个世界。你去引带这个世界，耶稣是差遣遐温柔谦卑的人，因为只有因才会当去影响这个世界，甚至因伫咧受欺负的中间，难道咧亲像巴结咧去到伫原住民的所在，伫遐咧传福音，互人破什么啊？破扁兽的腮。把迄个徛伫遐个钢刀，迄个规装的人赶来，然后要甲赶袂走，然后迄个赛车来怎用咱迄个锥啊？我用过迄较西河仔的水，然后对咧压菜，竟然用迄个山起来，甲迄个变速的赛怎拦伫把迄个身上对头，安尼甲拦落去。把这个伫咧传礼拜，互人揪出咧伫外口，徛伫礼拜堂的外口，全公众安尼甲侮辱。你知把这个有生气无？无生气。唔通忘记，伊是一个剑桥大学七个科学家之一，伊到即摆伊的名搁列伫迄个百科全书的内面。这优秀的一个人来到伫台湾，竟然哦台湾人家南西。把这个徛在众人的面前无生气，伊伫遐讲乡亲啊，真无彩，遮个屎淋伫我的身躯，我袂大脏。遮个屎若摕去压菜，遮恁的菜会大脏会当吃，因为自由、温州的人福气，因要承接土地。就是包括你伫咧互人欺负的时，你的特性，你怎样伫咧反映你心内价值？伫遐真正有深思的人，有头脑的人，用心伫咧看待的人，伊会对你的心就学着，然后伊会受改变。你要得到伊的心，
你要转化伊的生命。在平常的时，你发出的是一个柔软的声；在真正危机的时，你发出来，更加是会当予人震动，予人心肝底啊震动。耶稣咧讲的是讲这款的未来。想要霸道的人，想要霸道的人，你甲注意看，讲话真叱咤的人，想要霸道的人，常常伫咧讲，你这句话唔对，你迄个代志都要安怎改，安怎改，常常要当教的人，迄个有一挂人的个性爱去教人的遐，你甲注意看，一世人伊可能唔捌带一个人来信耶稣，因人看到伊就惊，因人甲你讲话时听袂落。然后你若热心，若要带人，若看袂起你的信用，然后你的信用遐好，他也乎你的个性变怎啊样？然后你的讲话无啥人，人听无啥个。注意哦，耶稣伫这个车里讲，温柔的人好去，迄、那个柔，迄、那个温和，迄、那个谦虚，唔是干那真软软到拢无作用，唔是软软到乎人看轻，唔是，迄、那个。该进该退，伫进退之间有相当的智慧伫遐。为什么？我真爱Robert Schuller， 美国的真出名的牧师，曾经是真出名的牧师。过去是水晶教堂的创办者，但是伊。把这个这么大的水晶教堂交给伊的查某囝了后，水晶教堂就搬起来，然后即马水晶教堂伫加州的水晶教堂变作天主教的总部，已经搬去破产，全卖人，不要天主教。伊用这个字，伊咧解说这个字。我真动感。英语这句话，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要承接土地。英语的话叫做 "Blessed are the meek"， meek 就是 M-E-E-K， "Blessed are the meek, for they will inherit the earth." 温柔的人有福气，因要承接 the earth， 地上的产业。伊咧讲即个温柔 ，M E E K， 伊拆即个字 ，M， 伊讲 ，M 就是 mighty，M I G H T Y，mighty 意思是真有能力的人。伊遮咧讲有能力的人有福气啊。M 伊讲 mighty，E 伊讲。M E 是 emotionally stable， 情绪稳定的人过去。然后第二个 E M E E K 迄个 E 是讲educable， 通受教，通受教的人过去。第四个字母讲 K K I 迄个 M E E K K 讲 kind 仁慈的人过去。第一个字伊讲 mighty。温柔的人总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，真有福气。一个人真温柔的个性，但是伊阁培养家己有各种的能力，即款的人有福气啊。因为恁有能力，你会当完成你家己的使命感，会当完成你家己的计划，会当完成你家己个人要成就的物件。你的理想，你有法当去完成、去达到、去实现。这款的人有福气啊！你唔但家己有法度通完成你的部分，你也够有能力去牵绳别人、帮衬别人、鼓励别人、安慰别人，然后去解决别人的问题。你有能力处理家己的，也够有能力帮忙别人，然后你整个的过程当中温柔谦卑。耶稣讲，这款的人有福气啊！你要同意无？我真正我要同意你的话。一个真有能力的人，
伊也阁会当修下家己。那敢若亲像耶稣讲，伫约翰十五章遐咧讲的，葡萄树若要结葡萄，葡萄树若要结侪侪果子，伊不断都爱修剪、修剪。然后，这个人就有能力，总是也阁伫上帝心内面受修剪甲真适当。所以有能力处理家己的部分，也都有能力控制家己，然后去处理别人，帮忙别人，安慰、牵线别人。耶稣讲，这款的人有福气啊！以前大家人无啥读册的过程，有几少数捌字的人，伫庄头，因若捌字无骄傲。伊捌字，佫会谦卑，然后去甲遐唔捌字的厝边隔壁、写批、读批、写伊的物件，然后到完成遐无啥捌字的人的代志，然后伊也佫真谦卑，共帮忙了，无啥物。即款的人，伊就得到规个砖头对伊的爱护甲敬意。所以耶稣讲，温柔的人。各有能力的人，有能力各有温柔的人，好去啊！你们得到正人的心田，得到正人对你的拥抱甲敬畏。这款的人，你若要带人来教会信耶稣，真多上帝的囝，我甲你讲，你若只要做到这，你怎样招人怎样来？因为你有太多温情伫别人的心上。所以讲，有能力的人买起，有能力的人有福气。MEEK 第一个 E 是讲 emotionally stable， 情绪稳定的人有福气。情绪真稳定，恁捌看到真有能力，但是。脾气变化真大，有这款的人无？有吼、哦。你慢慢看到无什么能力的人，啊脾气阁真大。咱慢慢看到有一挂人用伊的脾气、用伊的情绪在咧控制别人。你若无照我的，我伊就生气。那干伊呐？有话讲，要买这个呢？爸爸妈妈若不给他，就感觉大爱，不管你怎样，他就大爱，爱到爸爸妈妈开始见笑，怎出顶尾的，让他无代志。注意哦，亲爱的兄弟姐妹，你要注意，我是真少去市场的人，但是当爱我去市场，我会注意，伫个百货公司，伫个店头，逐摆去到遐伫个付钱的时，付钱的所在。伫咧卡西尔遐付钱的、收钱的迄个所在，遐边仔拢吊一挂物件，遐个物件拢大人的物件、工具的物件较侪，还是囡仔物件较侪？拢囡仔物件，为虾米？唔知恁有注意这无？生意人哦，生意人拢是生意学家。伊伫咧考验恁遮做士大人，带囡仔去买物件，然后即摆咧付钱啊，咧付钱啊，啊付钱拢排排一大堆，啊等下咧排的时吼，你带小朋友拢等下咧看，等下咧看，啊倒一项，徛伫遐三分钟、五分钟，囡仔目睭真金，等下咧影，去到遐你咧付钱啊，然后迄个囡仔你带的囡仔，就紧的去摕一项摕两项，摕到遐。某爸爸妈妈、某阿公阿嬷，想煞付钱的时，想煞有无？捌拄到这款的状况的人举手，有无？有吼。留意注意哦，当你感觉准备咧付钱的时，然后你的囝、查某囝、你的孙突然提一项、两项摕到遐，那是对你真大的考验哦。你到底这两项你阁有无？你后壁阁排一堆的人哦，人拢会看你。一摆、两摆、三摆、五摆，
你只要你让伊赢过一摆，赢过两摆，我甲你讲，伊逐摆都要得，逐摆知影你要去市场，伊都爱得，伊咧知影去都有理由啊。然后你若当时看讲唔对，伊无乖，然后佫啥咧，佫爱了付钱，你当时当然，伊怎啊当个甲你大闹、大吵、大哭，然后冻伫遐，啊伫众人的面前，看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要安怎处理迄个问题，你会甲？因为即久人拄仔咧等你要算钱啊，你要安怎？因为这个客伫遐，生意人就是用这个要打破你的生意，遐拢是小东西，十块、二十块、三十块、一百块，拢你付会起的。我感觉，即摆有一挂少年一代比阮以前较优秀。我无顺溜，伫只个囡仔咧教囡仔过程，伫一点伊嘛成功。知影有只个现象了后，伊若无伫厝个，都无讲好好无好出门。即边厝个就是干呐白相，干呐要买啥物尔？要来去买一个鼎，要来去买一个迄个洗衣精，干呐要买尔，剩个拢无哦。无论但是，伊无论安怎样讲，伊无论安怎带，去完了想想，即个动作要用出来，看看你要安怎。由于咱伫咧讲，伫即个伫咧基督徒的生命的永生的过程的中间，有足侪物件，咱来自我不断伫咧注意咱，嘛注意咱身边，要安怎样，互咱真正伫上帝面前，咱的生命是通过各种的训练，怎直直变作哪来哪水，哪来。所以哪来哪有智慧，整体分寸拢真水。到囡仔大汉的时候，伊会学了讲，阮爸爸妈妈迄个时对阮的教育实在是成功。我讲的是，真侪人，若是囡仔常常会用伊的情绪去控制大人的行为，连大人大正啊。做爸爸妈妈啦，做阿公阿嬷啦，真侪人嘛也搁用伊的情绪伫咧控制别人。这个对耶稣来讲不容存在。你若要成做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，这款的脾气无应该存在。情绪稳定的人真有福气。无论即世间发生啥物代志，伊拢永远徛伫遐，无受边仔遮个影响，因为伊个人生个价值足清楚。我一生个目的，就是要荣耀上帝、利益身边个人。我一生个目的，就是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要成做一个见证者，成做上帝伫地即个地上个使者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要通过我的生命的表现流露，和身边的人受影响、羡慕，来真侪耶稣学生，真侪上帝的子子。所以，这个人在逐日的生活中间，拢无受环境如意不如意影响，无受即久边仔发生什么代志，囝咧吵，大人咧出代志。年老的时候，大人要出代志，我的心思意念变化真大。真侪人甲你约定拢约好啊，时间到，伊甲你讲袂使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昨下我期末就袂赢，记得。真侪时阵时间到约定啊，到时讲唔的到时要，讲无的到时唔，因为你前将代志，我要滴，你无好我。这样代志，我的要求你无完成，所以这样代志，嘛我嘛，做一个基督徒，要安怎样在咱的人生的培养的中间，足清楚。无论身边安怎样，无论别人安怎样，我永远徛伫我的位，我永远徛伫我的使用，我永远徛伫我的受托，因为我的存在。我特别是完成上帝给我的使命，
嘛完成我对别人的承诺。所以情绪稳定有要紧啊，无要紧，重要紧。有当时啊，一挂人咧讲啊，恁规个家庭，我阁无出咧佚佗咯，无出咧度假咯，啊，已经三年无出去啊。啊，伤久啦，带出去啦。好啊，带出来，人咧讲，咱遐久无出去啊，无出来。啊，规个家庭要出去，啊，哎呀，无出去无代志，然后若出去哦，当车来就出大事，往回刷，车开咧，阁倒转来。然后厝外拢毋免阁出门啊，违法的代志无，常常有对不对？我要劝咱只个兄弟拜托啊，你车内无论如何，毋通冤家，毋通争论，迄个是足可怕的现象。因为车的空间太小，你阁走无路，然后开车的人情绪若伤，大叫伤厉害，很多都无好势，就出规家出大代志。所以你车内无论意见安怎样，拜托有人传点去，拢无爱顾虑着遐个代志，然后会当互规家拢安全去佚佗了，会当安尼无？所以情绪稳定的人较要紧，迄是基督徒的品行非常要紧的一部分。你有法当想象，甲无情绪无稳定的人，到底生活的状况无？你的身边到有这款的情绪无稳定的人无？你会当想看卖？你会当厝内大人的脚步声，你拢听有？这个人的脚步是啥人的？你听有无？然后这个人这个脚步声，经无同款的房间，你敢若听到这个脚步，你就知这是啥物人过来？出现真的拢会走向。搁第二。这个名，这个人，伊这句的脚步声，我啦，对脚步声，你就会当知影，这句的心情是真爽快，还是足生气？你有法通读无？脚步声读得出来袂？会啊袂？会。脚步声读得出你这句的心情。脚步声若会当让人真注意你的脚步声，是注意哦。你的脚步声已经在控制别人。对一个人的面色，对一个人的面色，你会当看出这个人即句的面色，会当甲伊讲话，袂当甲伊讲话，即句的面色会当甲伊讲什么款的话，对伊的面色你看会出来的话，会吗？注意哦，无论是脚步声，还是一个人的面色，边的人拢真清楚你即句的生命状态。那假使有人常常通过这个，伊的脚步声变化真大，伊的面色变化真大，伊拄则我第一项讲的，就是伊的声调变化伤大。我甲你讲，伫你身边的人会真痛苦，因为甲你咧互动的过程的中间，伊的精神已经伫咧听你的脚步声，看你的面色，伫咧注意你的声调。伊若掌握得不清不楚，伊会想要白目，然后当时就去得罪你，然后规个就无当生活。你若甲一个情绪无稳定的同事，还是老板做代志，我甲你讲，你若真正受不了，你可能爱换头家，还是换工作。原因，因为你的精神拢定在受干扰，拢全受因带去看人的面色，为着人的面色，为着人的情绪，你在做代志，然后你的心不安，你真惊你做唔到，真惊得罪，真惊互人骂，你的心全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，伊的不稳定会引起你的不稳定，然后将你刷离开，你该做的代志足多，但是已经甲你刷开去。情绪稳定非常要紧。一个情绪稳定的人，然后佫适当表达，
伊的人生适当表达，伊的做人处事适当表达，伊该表达的适当表达。耶稣讲，这款的人无好去啊，因为这个社会真欠这款的人。这个社会真侪人出代志的时，需要这款的人来解决伊的问题。The meek, praise God, the meek, emotionally stable。第二个意 M-E-E-K 第二个意讲 educable， E-D-U-C-A-B-L-E educable， 讲是通涵盖、通受盖、愿意受盖，一个愿意受盖的人有福气啊。因为因要承接土地，愿意受教的人，什么人、什么款的人愿意受教？还是讲愿意受教的人，因的生命状态是安怎？因常常耳孔会真敏锐，因会真注意听。因不是凊彩听，因听了会过滤。真侪人嘛真注意听，拢爱去听一挂负面的声。然后，遐负面的声影响伊，全部变作负面的人。有真侪人真爱去听路透社的消息、马路消息，然后听来对伊无利益，因为听来遮个物件甲实际的情况差不真侪。然后，遮咧讲的是一个人品诚实的人，信用真有内涵的人，伊耳仔也阁会当保持真注意去听。听什么？听周边，听目睭前，才有真侪人伫咧讲话。真侪人咧讲话，不一定对伊有利益，但是真少数的人，真坦然，真有价值的声音，拢真容易去听到。听到了后，怎甲遮个真少数有智慧、有信用、有内涵的声吸收来变作伊家己的？伊的目睭真第一在观察啥？不是在抓别人的毛病，不是这款的。咱咧讲的这款是人品，真有人品。然后佫欢喜受教，伊是会进步，伊是咧追求进步的人。伊的目睭边仔是遮咧超车，伫个咱看袂到别人的好，伊拢会去看到。伊真后咧超车，这个人的心中，迄个人的心中有一挂水的物件。然后伊会去甲人娱乐，会去甲人肯定，然后伊对遮个人的身上去学着物件。伊常常会对伊听到的少数智慧的话、有利益的话，伊捡起来捡去做。伊家己的生命直直改变，伊的生活物件直直改变，直直丰富。然后伊搁直直咧学伊身边少数别人的好，伊拢直直甲捡。所以这个人的进步神速，进步真紧。Ethical， 耶稣讲，若假使一个人的性命，伊予家己变作一个真受教、教会定的人，真肯学习，一个谦卑来学习的人，这个人实在是有福气啊！真侪人要家己知的物件，拢甲讲；真侪人要欢喜，家己有的资源，拢予伊用。因这世间真侪人拢伫咧超济。迄、那个会当继承我的智慧的人伫倒位？迄、那个会当继承我的公司管理权的人伫倒位？迄、那个会当予我信任的人伫倒位？因为即世间你毋免惊了找无头路，我特别要甲即个少年讲，你毋免惊找无头路，你只要甲家己变作一个温顺、热情、谦卑，培养家己有能力，培养家己。情绪稳定，人品真安定，然后你阁是一个肯受教、肯学习。只要你的性命有耶稣讲的这物件，我甲你讲，足侪头家咧找无这款的人。唔知我安尼讲，你要同意阿无？所以外国人直直当咧找无工作，我唔信。我要甲你偷偷讲一项，即款有偌侪牧师咧找无教会，你敢知？平常阮这牧师干，偌侪牧师咧找无教会，然后偌侪教会咧找无牧师，你敢知？
请佫回想，因我教会陈洪进才陈外夫妇，超过一年外，我每一间教会去的所在，拢陈我超过一两年。这毋是咧讲我安怎，我只干来咧讲一项，有真侪牧师咧找无教会，有真侪教会咧找无牧师，两股蛇空伫遐，两边拢真着急，蛇空伫遐。但是有真少数的牧师，搁较久教会拢欢喜个。同款，只要你的内涵啦有够遐，我甲你讲。只要人若知影你要换头路，真侪头家来暗中找你。这边才要五万，伊要给你五万八，伊要给你六万三，全伫伫他。然后环境搁较好，有地搁较好。我唔是咧讲外在的这个条件，唔是，是咧讲要安怎有一个所在欣赏你，然后你搁会当伫遐展现你上帝给你的才情，然后变成搁较完全。因为咱努力要让上帝的国落实，实现伫地上，那爱才有足侪因素互相配合，所以培养家己生命的内涵比啥较容易。我要讲一项，兄弟啊，恁来帮忙替牧师祈祷，牧师爱日日进步。恁若讲爱牧师日日进步，你就唔通期待牧师拢咧传五十年前个牧师咧传的道理。安尼知无？牧师若要日日进步，我就是拢爱去吸收上新的消息、上新的信仰的解说。等我来，大家甲咱分享全新的事。你若无进步，你家己若无咧进修、读册、无咧灵修，你唔通过去做一个教的物件咧鉴定牧师。教会有这款的人无？有哦。牧师，我望你拢有咧进修。牧师，我望每一个长老、执事拢有咧进修，因为上帝将一间教会，能够交伫你我咱的手。圣神是一个换新，什么叫做换新？伊变来变去，变来变去，然后咱咧不断地受这个换新的神伫咧引带。所以你若拢无咧灵修，无咧进步，然后拢一挂传统的物件去看守。你也伤甲，牧师甲长老嘛伤甲足厉害，要伤痕累累。所以要安怎伫即个只 educable， 所以我嘛希望即个少年的囝儿，恁注意听爸母的声。有当时啊，爸母的声无一定拢对，但是你爱捡一挂对你有帮助的捡起来，迄是爸母的心血对你的疼。我毋茫逐个人徛伫咱个教会，我毋知你来教会，你看到拢是教会歹，还是会当看到教会内面？你个目睭若拢伫咧看别人个歹，你来即间教会，你挡袂久，你嘛无可能承受啥物责任。但你若会当学耶稣予咱个即个，你成做一个通受教、欢喜求进步个，然后你伫即个遮，你会直直去找着咱个教会。我甲你讲，咱个教会有足济予我钦佩个人。唔是逐项拢互我会好，是遮个人的生命中有某一挂，真正是我得袂着。为了安尼，我着尊敬伊，我着爱把伊的物件引下来，我着得着，我着有伊的生命品格。咱三个伫即个内面，最后一个温柔 ，meek， M E E K， K， Rob Schuler 讲 kind， K I N D， kind。有影，我感觉真对。海的意思是人慈。你若看讲一个真有能力的人，若无人慈，这个有能力的人，他会安怎？真有能力，但是伊无人慈，这个人会安怎？伊的心是硬的还是软的？真有能力，但是伊欠缺仁慈的心，这个人到尾也真可怕。伊什么代志拢能力处理，然后伊会挡袂牢，你看伊遐尼戆啦，戆甲袂白痴，伊挡袂牢别人，遐难办。我逐项拢会晓，伊无法通想象有一挂人，
真正伫这方面都袂晓，所以对人伊无当忍受，伊看这个也袂惯，看迄个也袂惯。所以拄则我咧讲，有一挂人伫团体个中间，拢伫咧找别人，看到拢别人个歹，伊家己会受伤，别人也受伤。所以一个有能力个 mighty person， 一个有能力个人，伊个心内头啊，佫本有真足 kind 的，有能力佫加上仁慈，伊就会体贴别人，然后伊欢喜家己能力、家己温素去分享别人、帮助别人，这是足要紧个一项。然后一个emotionally stable， 情绪稳定的人，情绪稳定的人，若无情绪的心，这个情绪稳定话变作啥？真冷漠，那石头嘞。情绪真稳定，然后无情绪，只要只发生大地震，别人休休叫，啊，伊情绪稳，啊，遐有人发生车祸，死伫遐。哎，我跟你拢无关嘞，伊的情绪真稳定，然后受周边这安怎变化，伊我行我素、自我中心，这样都无影响。所以情绪稳定，我还佫加上一个人足，好的撒玛利亚人是，哎，我跟你讲，伊情绪是伊的性格是足稳定的哦。那无你知影讲迄个，咱即摆要去亚述岭。咱要看到迄个对亚历哥来亚罗萨岭，迄、那个路是山路，旷野地。伊若伫救路边受伤的人，可能遐个贼仔、遐个强盗嘛来啊，伊会当伊的情绪会当赢过足侪恐慌、不安、焦急、不测，迄、那个不可测的因素。所以伊的情绪，伊是真安定、真勇敢的人。哎，伊的去甲救助是伊这个情绪稳定的人，伊有仁慈的心，然后伊唔惊，亲爱的永福教会兄弟，你若要执行一个高真理、公义、听人的这么一个行为，你若真正要去做，你要磨掉。爱的过程一定要有冒险。一个得到真高的知识的人，通受教的人，伊内面学着足济啊，伊万夫争论啊，然后伊欠过人族嘞，骄傲、自我中心，然后真正对这个世界，迄、那个，那耶稣咧讲的，唔是这个，耶稣咧讲的是一个温柔的人。你爱培养家己伫上帝面前各种的能力、恩赐，会当解决家己的问题，成就家己的梦，成就上帝国的需要。你也搁会当有温柔的心去帮助别人、体贴别人、牵教别人。你情绪真稳定，互你家己会当望着、向着标杆直跑，无受环境影响，无受你即句的情况、个人的条件影响。你也搁。忍流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然后吹着口哨，继续直行去，情绪真稳定，然后还有仁慈的心。你肯受教，家己的内观直直的成长，成长了，你还有仁慈的心，然后你的这个人，耶稣讲这个人，你要享受上帝要给你的国度，你要享受别人对你的敬爱，你们得到了众人的心田。所以今天你耶稣讲的。咱来讲一下，我讲温州的人，我记得来。温州的人，我记，因为成就好的，感谢的祈祷。在上帝名，我要感谢主耶稣，给阮这款的话，愿伊的话成做阮的亮光，愿耶稣的话成做阮生命的光亮，愿耶稣的话成做鼓舞阮的生命。丰富我的生命，真正让我的生命得到多彩的轨迹。愿我们若听，若领受，要照安尼去行，靠主耶稣的名。